一切善恶，愿以慈悲力救我今劫归依，即无边虑劫观想穷尽力及自意得定，一切罪业改定消定，一切苦厄用地度离烦恼及业毕竟清净断散，清净度我不为因菩萨得功化一切八戒随心诸王毗波罗蜜诸愿诸行妙计不计本诸尽诸有漏随量逍遥遍诸佛陀言愿杂行所得见高弘为殊胜雷佛第二十四金刚得定动也代将相依依为护念今年雷佛见诸王应念殊胜应天何以光你护念随佛现应我定不定念我舍利我诸殊胜依我应天无量代诸将有应诸修身观诸行诸高一彼岸弥斯利耶林地见我度烦恼皆应诸佛为如此即得随念相不了念将心应得即可助力为佛所依所依佛见天下圣地邪邪摩诃殊胜毗连诸陀耶摩陀利相依金云此家是基础盖出之中因将树中地基各不临临最良主因相依其心天意同济我提得地方为何相阿舍利同当尊见相定阿则各机关相归依世间代诸诸比母南无
空噶一切三宝，不管一慈悲念动噶了心，我那心啊心里动动尊敬相片啊，这个机关小将军，一起制作的定一切最将该的情景，一切将个写的该多一切烦恼该的关都随念梦醒出我见的佛的因缘该写的就在写我心我心不尽我的不尽安乐不尽修炼不尽地位不尽娑婆良心念佛的弥兄弟人间娑婆该的了心动念如意住在修炼养三昧的金光心不舍本舍万德众生为是方便求彼求你你我得一心我今日得求同样代教一世礼拜几次听我见得我得到得法为是方便你空改现在未来一切彼求比丘尼释迦牟尼萨弥萨弥尼格吉观下有为十方尽一空盖一切有佛学有佛一个吉观下佛为将来信息当罗心罗地学有缘无缘格吉观下如是林德一切林为格吉观下定义一直比心把为归一世间带走比我老